挤入前三名了。嗯，他现在排在第四位，后面还有两位选手。接下来是另外的一位，只有12岁的李子君，他同样也是去美国受训的三位小选手之一。是的，代表吉林出赛。我很期待他今天的表现。他选择的音乐很有年龄特点啊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。伤足落冰了哈，非常可惜。周寿还有些不足。他的蹲踞式的旋转重心很低。总的来讲，李子君还是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，他的这套动作应该完成的还是不错的。对，只有在开始的一个动作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其他的完成的质量还都算可以。这名运动员是一个具备成为一名优秀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
素质的运动员，嗯，无论从他的身材和他的这个身材的比例，以及用劲儿的这个滑行感都非常的好，嗯，我们要是一会儿可以回头看一下他的那个滑行技术，嗯，就是非常的不用力，而且还能速度走得非常的快，轻巧，对，而且这个小姑娘她外形也非常讨喜，对，我觉得这样也是她的，就是说成为一个未来之星啊，就明星的一个范儿，她是有的，基本素质是有的，是的，嗯。但是他在整个的这个滑行当中呢，也有一些，比如说周时不足，还有呢他的双足落冰。但是在技术方面会怎么样影响呢？你像在第一个跳跃当中，菲利普三周当中，他就周数不足，而且还双足。这样的话，周数不足再加双足，肯定是要减三，然后专家组再给他降级，会丢掉很多的分。他这个人非常协调，会借力，就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不用多少力量，但是他用外来的这种的水平速度和这个滑行角度，能把自己呢跳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上去完成这个动作，非常的协调性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。这是拉斯三周，就是刚才说的菲利普三周跳出现的问题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整个比赛当中呢，李子君的慢动作的重放，我觉得他的整个的表现过程当中呢，都是表现得很轻盈，而且他的旋转很漂亮，是的，非常优美，上半身几乎和地面是90度的桥哈，而且他头是贴着冰刀的，哇，他自己都看着慢动作重放，觉得哇，我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柔韧性哈，是的，非常可爱的一个小选手。39.50分的技术分，内容分是38.48分，在滑行技术方面给了5分，其他的方面还有待提高。77.98分的自由滑成绩，180.74，超过了耿冰娃。是的，这。